三天的时间都过去两天了，怎么一点都没吃都没有？你们是干什么？这么吃？难道要？你们在安全吗？不能干！这是警察同志，来警察同志！哎呀，警察同志，你们怎么才来呀？警察同志，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们个说法，给我们个赔偿，必须要赔偿！好，各位，哎，各位先冷静一下啊！大家不要激动，我们来呢就是调查这个事情的，这样。你们不是信不过他吗？啊，相信我们啊！各位先回家，有什么消息我们会通知你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同志，你们先放心，放心，好，先回去吧，先回去吧，各位先回啊！好的，一定要拜托我们，警察同志，拜托我们相信你。哎，好，你先回去，他太不负责任了。是，好，好，我们相信警察，警察你们尽快好吗？哎，我们会调查的。哎，不给我查出来，我跟你没完。太不像了。哎，好，哎，来，二位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呀，幸亏你们来了，真是太及时了。哎呀，请。看，就是他。他是谁啊？宋大柱啊。报警没有？这不正准备报呢，你们就来了。哎，红警官，您抽烟。别，这孙大柱是谁啊？啊，原来是我们这儿的保安，刚刚被我们开除了。没想到他就出这么个损招，这个王八蛋。现在还能不能找着他人？我们看过监控，确定是他以后，我就派保安兵分了几路去找他，他租的房子，还有他在这儿的朋友，都没找着他。你们为什么要开除他？他偷业主东西啊！自己家的保安偷自己家的东西，可不是嘛？他们来之前，我都经过挑选的，要不就是当兵退役的，要不熟人介绍，知根知底的。没想到，还是出了这么个老鼠屎。接到举报以后啊，我们就在他的箱子里找到了老刘的月票卡，还有王大爷的香肠，还有把那抽屉弄得都是油腻腻的，好几样呢。是有人举报的孙大柱？是啊，是有人举报，还提供了关键的线索，让我们一举破获了小区里的好几起失窃案子。不过这个损失都不大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报警，把这小子啊开除了事儿。那举报人是谁啊？人家没暴露身份。通过什么方式举报的？打电话给我的，而且还没有来电显示。男的还是女的？好像是个女的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声音有点怪怪的，反正我不熟悉。你们这儿不是24小时值班吗？怎么还能让他溜进来划车？这个孙大柱啊，对小区的情况很熟悉，他要避开这值班的保安太简单了。钱主任，我记得你说过3月份之前的监控录像都被删了，对吧？哎，对。那3月14日晚上到3月15日早上是谁值的班？这我得查查值班记录啊。应该是那个孙大柱。就是孙大柱。这样，有没有他联系人的信息？找出来给我。春香，孙大柱女朋友，在徐州老垮子烧烤卖酒的。我一直觉得很奇怪，总觉得有人始终走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跟着他拼命的追，他始终呢比我们快一步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？3月13日是第二具女尸被杀，假设我们一直没有找到的凶犯案现场就在丽园小区，那么除了当天凶手没有发现的方英目击者之外，另外的两个目击者都意外失踪，一个是保安孙大柱。案发没有多久就有业主匿名举报他，而且他
他被物业给开除了。另一个目击者就是小区的监控录像。如果凶手想运走尸体的话，必定会动用车辆。那么监控录像一定会拍下来。可是监控录像也意外的被删除了。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我觉得这绝不是巧合。 这个孙大柱是当晚的值班保安，他会不会看到了什么？哎，比如说他干到了凶手深更半夜的出门。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接着往下延伸。这个保安孙大柱会不会跟凶案有直接的关系？也许孙大柱就是杀人凶手，先进业主家杀人，然后运走尸体，接着删除监控录像。 如果这两种可能成立的话，那么现在案件最关键的人物就是孙大柱，只要找到他，就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疑惑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对夫妻李小红和王磊，我总觉得他们怪怪的。这样，我们先查孙大柱。大栋，你马上去调孙大柱的资料。扑克。 喂，大姐，是我，休息了吧？打扰了。啊，是这样，老狼的钱啊，已经拿到了。明天我就把您那份给您送过去。啊，还是老方法。我现在还没有离开宁江呢。啊，你放心，警察抓不到我的。哎呀。 现在 K4的生产出了点问题啊！啊，我已经让他们重新检查了。好，好的，我明白，谢谢您，祝您晚安，再见。 到了，师爷，箱子就在里面，你下去看看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猴子，如果这里是刘军的工厂，那咱们就立大功了，赶快去！哎，去看，好。
谁？二子，不是行吗？妈的，原来是只野猫啊！没事了。回得来呀、啊！发现你了，是工厂吗？哎呀，幸亏啊，跑出一只猫，要不然我就死定了。这儿不是工厂。那你看到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刘军啊，带着几个人住在里面，我没敢惊动他。哦，刘军躲在这儿呢。啊！哦，师爷，啊，这儿。还要继续盯吗？废话，老大交代我们要找到他的工厂，不盯着他怎么找啊？继续。哎，哎，师爷，你觉得他想干什么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去追大巴，我继续盯刘军，快！哎，你好，警察。了解一下，你们店里有没有一个叫李春香的人？有啊。哦，春香，她就是春香。春香，正好被警官找你有点事儿。你们找我有啥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了解一下情况。孙大柱，你认识吧？不认识。如果没有掌握情况，我们是不会来找你的。孙大柱是你男朋友吧？嗯。可是我们已经分手了。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上个月底。在哪儿见的面？我家。他跟你说什么？他就说他要走了，回老家，是来和我告别的。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一年前我带我妈到医院去看病，当时不小心把包落在医院的一个位子上，里边装了10000块钱，那可是我妈的救命钱。当时我都急死了，连想死的心都有。后来就听见广播里在寻找失主的事儿。是孙大柱捡的包。嗯，我觉得他挺好的，一个保安又没有砸钱，他还能把钱还给我。那这样吧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如果孙大柱找你，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我们找他也没什么其他的事情，就是了解一点情况。
打扰了。琢磨出点什么没有？我觉着呀，他对我们特别的警惕。你想，如果警察问话的话，一般人都会紧张的。可是他不紧张，而且他也没问我们为什么要找他男朋友。他回答我们的话，就好像是预先想好的。这样，我让大栋盯着他。顺利吧？啊，我明白，您放心，我会尽快离开宁江的。好，祝您健康，再见。大哥，送钱的是刘军，就他一个人，他送上大巴以后就回了仓库，到现在还在，我派人24小时正盯着他呢。书豪，你那边情况自己说。哎，大哥，接刘军那包的是个又聋又哑的农民，还不识字，我可费了牛劲了。后来啊，我画画给他看，这才搞明白，这哑巴他就是个搬运工，刘军雇他每天都坐这趟大巴，他拿了东西就上山，然后扔下去。扔给谁？那个人戴个帽子，哦，还有口罩，包啊肯定被他拿走了。彪子前天把钱拿回去，第二天刘军就上山了，身边还没有一个人。你说他这包里边装的会是什么呀？是不是货？是钱。那天呢，我在他仓库里看到的，他往那个包里边装了很多钱进去啊。
请进。周队，辛苦。哎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来，坐。哎，好。刘军这小子可真够狡猾的。是啊，我们都没有想到，普科和彭大勇查无名女尸的案，正好就查到绿园小区里，把刘军给惊动了。老王，给你的工作造成被动了。这是没办法的事儿，他们在查案，我们也在查案，就是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交织到一起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刘军逃脱不了杀人的嫌疑的。我本来想把两个案子并，但是我一想，把普科这帮家伙调到你的小组去，会影响你们彼此的方向，所以我决定干脆暂时还是你们各查各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周队啊，据我的分析啊，这个刘军不可能是这个无名女尸案的真凶。他这么一个大毒枭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是不会亲自动手杀人的。这样不暴露目标吗？影响他的毒品交易啊。我怎么说呢？我同意你的判断，但是我也不排除刘军当天跟我们一样出现了突发情况，不得已他只能自己杀人。这个也不排除。哎，周队啊，还是说说我这个。说，看来刘军啊是不会再回这个绿园小区了，他的那个头就是那个叫妖精的女人通知他赶快跑路，所以刘军随时都有可能出逃离开我们的监控范围。我来就是想跟你商量，我们是不是要采取毅然的行动，秘密抓捕刘军，然后走向突破。这问题我也考虑了很久，但是我觉得呢还是应该再等等。虽然零幺三一直潜伏在他身边，但是几个核心的情况都掌握在刘军手里，是不是？第一，妖精到底是谁？刘军自己都不知道。现在我们把刘军给抓了，妖精这条线索断了。但是呢，刘军他就是妖精一个代表，抓了刘军，妖精完全可以再去找一个刘军继续制毒贩毒。第二，刘军的几个主要销售网络我们不完全掌握，除了宁江的几个毒贩老狼这帮家伙我们随时都可以端掉，但是外来的毒枭他们都是跟刘军单线联系。现在把刘军这么一抓，得他们会马上停止销售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先等等，等妖精什么时候露了面，那再抓也不迟。这个妖精隐藏的可是够深的，我们监控刘军这么久，愣是一点线索没有。零幺三反映，刘军和妖精，他们联系的都是用一部秘密的手机，而且从不离身，所以零幺三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。哎呀，是得想点办法让妖精露面，这样我们才能占据主动。你告诉零幺三，让他耐心加细心，尤其要注意安全。老王，我告诉你，再狡猾的狐狸他也会露马脚的。喂，你好，请讲。什么？跟丢了？你干什么吃的？你跟丢了？你还有脸说？你在什么位置？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出什么事儿？李春香把大东他们给甩了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大柱，你最近到哪去了？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春香，
有件事儿。你变心了？没有啊。那你有人了？我孙大柱是那种人吗？我犯事儿了。我知道，那天警察来找我了。那你咋说的？我啥也没说。没啥事。哎，春香，你跟我走吧。大柱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做什么犯法的事儿？没有。你把我孙大柱想成什么人了？我就是，哎，反正你放心好了，我就是不想在这儿干了，这没啥意思。春香，你还是跟我走吧。可是我工钱还没领呢。别要了，你现在就跟我走。可是那么多钱呢，再说前段时候燕子还问我借了2000块钱，到现在还没给我呢。咱们这一走，路上哪挣钱去啊？那你啥时候能走啊？再给我几天吧，等我把钱要了。哎，我去哪儿找你啊？我会来找你的。哎，你别把我们今天见面的事儿告诉警察啊，有事儿你就打我另外那个新的手机号码。哥，就在这儿，他每天下班走回家，一定会经。喂，大姐，找人啊？只要他还在宁江，我肯定能给你找到。要不要我把他？好，明白。祝您晚安。彪子，是我。安排一下人手，帮我找个人。孙大柱。扑克，扑克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那天我喝多了，对不起啊。那天你确实喝了不少酒，也说了一些该说的话，以后少喝点。你现在没什么事儿吧？我请你去喝茶。你是不是因为那天的事儿有点怕我呀？确实有点。也没什么事儿，你要是忙就算了，我就是想和你聊聊天。没关系，附近有一个茶社，走吧。嗯。
我是013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，王头？啊，孙大柱这个名字你听过吗？好像很熟悉。哦，对了，彭大勇他们好像在找这个人。013刚才插话了，说刘军也在找他。说什么情况了吗？没有，就说刘军找得很急。哎，要不我打个电话联系彭大勇他们。好，你马上和他联系，看他找到没有。木子李，春天的春，香气的香，李春香。哎，我马上把他的照片跟资料全部发给你，你让所里的弟兄们多留意一点，好吧？哎，你等一下啊，别挂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说，行，知道了。哎，哎，老蔡，不麻烦了，人我找着了。哎，改天喝酒啊。谢谢兄弟啊，谢谢谢谢，哎哎哎，好，再见啊。春香自己回来了，又被你小子给猜中了。但是，还有一件事，你绝对没想到。什么？昨天晚上老汪手下的兄弟打电话给我，他们也要找孙大柱，你说邪不邪门？这事儿就有意思了。他们找孙大柱干什么？具体没说，但这更证实了我们当初的判断。老汪一定是在盯着刘军，估计这个孙大柱跟刘军这边的案子也有关联。你说呢？
看这大包小包的，是要出远门呀。是啊，希望他能带我们找到孙大柱。谢谢，哎，好，再见啊。怎么了？技术科电话，孙大柱露面了，约了春香，晚上11点，南湖公园门口见。太好了，大勇，你现在送我回队里边，我准备人手，细心抓捕任务。我正好要找一下大洞，让他晚上盯紧点。喂，老范。大勇，上次的事儿有进展了，孙大柱露面了，你跟老王说一声啊。真的，太好了。哎，好，王头，大勇他们找到孙大柱了。哦，今天晚上11点，孙大柱会和他的女朋友在南湖公园门口见面，大勇他们已经安排人抓捕了。你看我们怎么办？这个刘军为什么找孙大柱？就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，孙大柱被开除前就是刘军所在的绿园小区的保安。他是不是刘军贩毒团伙的一员？是不是刘军的下线？013也不清楚。如果他是刘军贩毒团伙的一员，那就很有可能是我们打开刘军贩毒集团的一把钥匙。我觉得吧，这条信息应该让013告诉刘军，这样的话013才有可能知道刘军下一步想干什么，也许可以帮助013更进一步的了解贩毒集团的内部情况。而且我们也不用担心孙大柱会脱离我们的视线，因为大勇和普克今天晚就会控制住孙大柱。我同意，我马上去找周队，如果周队同意的话就按这个方案执行。大姐，刚才彪子告诉我他已经找到孙大柱了。对，今天晚上11点他会在南湖公园的大门口出现的。啊，再见。妖精怎么说啊？他就说他知道了，别的什么也没说。这个孙大柱啊，不知道哪路神仙。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来个孙大柱，真不知道这妖精到底是怎么了。彪子，我得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啊啊！五哥，怎么样？回来之后一直在里边，没什么动静。那我估计他这一时半会儿也不会下来了。这样，你们几个人待会儿守在这儿，待会儿他万一要下楼，看住了。但是不要让他发现，掌控在你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就行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放心吧。大东，你跟我走，另有任务。好。小姐，你去哪儿？南湖公园。